反派 boss 谢云锦居然给他的孩子喂安神汤，难怪这么吵都醒不过来，不愧是未来的反派大 boss。书中的恶徒原配。 就是被他亲手掐死的，谢云锦，我就不信搞不定你。出去。 谢三哥，人家给你煮了白米粥，你快点吃一碗，不然身体要垮了。我不需要。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能不吃饭呢？哎，三哥，人家好想你。这就是纠缠谢云锦的恶毒炮灰沈秀吧？居然敢当面调戏别人的老公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你敢打我，谢三哥，你看看他，这一大清早就往家里面跑，沈秀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不行，秀英姐，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好，这一大早的一个小寡妇给有妇之夫送粥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 不要打我们！啊，陆娇，别以为我没办法治你。只要我照顾好这两个孩子，好感值一定能长吧。你们是不是想喝大米粥啊？ 爹爹，弟弟饿了，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喝点粥吧，厨房里面有鸡蛋，你们两个去把碗筷和鸡蛋拿过来。你下毒了？不吃你做的早饭。毒死了没？大宝，带弟弟去看看吧。嗯。 你看什么？都是你害的。你凭什么说是我害的？要不是你虐待孩子，我怎么会从献血赶回来？又怎么会被马车撞成这样？好大一口黑锅啊！谢云锦，我都没有记下你昨天晚上发了疯掐我的事情，别给我扣这些莫须有的罪名。我渴了，要喝水，拿水来。
姐，你清醒一点。不叫，你死不足惜。你死不足惜。小宝呢？听到你们吵架，弟弟没过来。你的糖水。水里竟然下了毒，他才四岁。你爹爹正好把碗打碎了，这水给他喝。不，这是给你喝的。哎，你爹爹渴了，给他喝。爹爹不要喝，有毒。小宝，哪来的毒？我上次看到有人不小心吃了点野草，差点死了，就想把野草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喂哥哥吃野草，是我弄的，我来吃。我拿去烧掉，我还没有狠毒到想害死自己的孩子。要杀好感度，我肯定不能做恶毒的事，得让他们知道我和从前的陆娇不一样了。谢云锦最恨的不就是被逼娶了陆娇又断了腿吗？那我就来个以退为进。谢云锦，既然你们这么恨我，不如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嗯，你肯？四年前的陆娇趁机给你下药，跟你有了肌肤之亲，逼你娶妻。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陆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从前是我执念太深，现在我只想治好你的腿，然后和你和离。和离之后，我保证不打扰你。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？你有什么办法治好我的腿？这你不用管，我肯定能为你找到医术高明的大夫。要不是我占着恶毒原配的身份不能贸然动手，我陆大大夫还真不介意露一手开刀术给你看看。陆娇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找到给我治好腿的大夫，腿好之日给你和离说。如果你骗我的话，一年时间我要是治不好你的腿，我心甘情愿去死。好感度不动，果然不好搞啊。爹爹，他很奇怪。不是奇怪，是古怪。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样。陆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快滚出来！陆娇，听说你不给我儿子买药吃饭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把分家银子给我还回来。娘，我相公得的是重病，保和堂一副药就要二两银子，爹和娘分家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五两银子购买几副药，要不然娘行行好再给我们点银子。陆娇，你竟敢问我要钱，你不贤不会，我们谢家迟早要休了你。如今家里吃的用的都是我找娘家借的钱，如果娘愿意把我相公接回去治疗，就算休了我，我也愿意。你给我住口！我们谢家是造什么孽，娶了你这个丧门星。阮氏，不如就把他们这一房接回去。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走走走。娘，我还没死呢，你是要儿子死在你面前吗？出！哪有爹娘把重病在家的儿子赶出家门还不给钱治病的？我相公当年可是清河县的暗手，不如我们去问问县令大人还有没有这个理。我是他娘，你再挣扎你不想活了，孩子怎么办啊？谢云锦，我最讨厌你这种不听话又作死的病患。小毛，小毛，你没事吧？小毛，你别吓奶奶。二奶奶，小毛这是怎么了？他吃了我给他做的鱼，鱼刺把喉咙卡住了。二奶奶，我来看看，我会取鱼刺。别说大话了，你还会取鱼刺呢？看人家小毛遭罪，说不定正高兴呢。二奶奶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会取鱼刺。别害了小毛。你不会，你不要在这儿添乱了。二奶奶，小朋友卡住鱼刺很危险的，再取不出来会有生命危险。
你这个女人怎么还诅咒人家呢？你走，这里不需要你。不好，小毛吐血了。陆江，你这是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家小毛？就是他害了小毛，别让他跑了。对，抓他去见村长。见村长。见村长。不疼了，我不疼了。对不对？他只是被鱼刺划伤了喉咙，刚刚已经吐出来了。怪了，陆娇竟然真的会取鱼刺。云锦媳妇好像和从前不太一样。瞎猫碰上死耗子吧。爹爹，我听别人说那个女人帮小毛割取那喉咙里的鱼刺，他们都说她和从前不一样，还说她会医术。不要胡说。爹爹，我没有胡说。厨房里还有，小宝，你们去吃。哪来的钱？当然是上山抓的。你们快去啊，鸡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们爹爹今天可是吐血了，现在就指望着我照顾他，你们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可就不管他了。我们听你的话，你打我们骂我们，我们也不躲，你照顾爹爹。你不要不管爹爹。你会医术，陆娇，我们四年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会上山抓野鸡，也不会管别人的闲事。这四年的时间你了解过我吗？我现在恨不得自己的能力再强一点，早点养好你的身体，再治好你的腿，这样才能安心和你合理。你不会说这样的话。现在的我运气也变好了，上山不仅打到了野鸡，还砍到了两株灵芝，一株给你入药，一株拿去保和堂换银子。谢家村哪来的灵芝？不信就算了。谢家村身上没有，可我的医疗空间里有啊，还不是便宜了你。我帮你。好，那你帮我把这些切好的土豆洗干净。好。我去看一下你爹爹的药。好。小宝，小宝，你，坏女人，是你害死了小宝。我没有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坏女人，你还撒谎，小宝怎么会摔倒？肯定是你这坏女人推的。爹爹，小宝被这坏女人打死了。他撞到头了，你别晃他，会晃成脑震荡的。陆娇，你对小宝做了什么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真是疯了才相信你变了。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谢云姐，你松手，小宝很快就会醒的。我要是再相信你，大宝也迟早被你害死。说了他没事，你们都不信我。不是这坏女人害了你吗？小宝，你告诉爹，是不是他打的你？不是啊，是我掷蝴蝶的时候摔倒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呀！把小宝给我，我给他包扎。还不信我？对不起。
鬼门关走一遭，居然是一了，终于突破蛋了。他确实不一样了。小宝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已经睡了。陆江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以前听到过一则奇闻异志。奇闻异志？什么东西啊？在某个村子里，有个傻子不小心撞了头，昏迷了几日。醒来后，便聪明绝顶，一路考取进士。当地村民说，他是被仙人点了痣。可我觉得，他像是被某个孤魂野鬼占了身子。你怎么说呢，陆娇？好不容易好感度开始涨了，不能让他怀疑我。谢云锦，亏你是个读书人，这光天化日的，哪来的孤魂野鬼？是吗？其实，你不是陆娇的。你不是陆娇对比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不是陆娇？模样分毫不差，性情能力却迥然不同。如果现在这个陆娇是孤魂野鬼，那从前的陆娇死了。我去街上了，你们俩在家乖乖的，回来给你们带糖果和点心。爹爹，他会不会跑？不会，他户籍在这儿，去不了别的地方。我姑且信你，你要是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哟，这不是我嫂子吗？怎么不给我哥看病，自己买一顿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是不是连我哥买药的钱都花了？谢三哥真是可怜。谢兰，这里是宝和堂，你不认识？哪有没有出嫁的小姑子整天泼嫂子脏水的？难怪嫁不出去。你竟然咒我嫁不出去，我直接叫我哥休了你。想嫁给我哥的女子，哪个不比你强？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位小寡妇吧？谢兰，你可真会心疼你哥，一点都不顾及他的名声。你别血口喷人。你敢说你对我相公没有半点意思？哎，你给我等着，沈秀，沈秀！陆姑娘，确实是上了年份的上品灵芝，属实难得。识货，医疗空间的宝贝怎么可能不好呢？要不是缺钱，我才舍不得卖你。200两，我保护堂收了。你拿到县里也是这个价钱。当然，你若是拿到京城，价钱自然更高。行，就200两，我还要拿一些药材，回头一起算账。掌柜的，你带陆姑娘去抓一些药材。谢云锦，你的病可真费银子啊，十副药就花了我70两。姐有钱了，姐要买买买。孙神，你快回家，你家出事儿了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竟然敢动我家大妞，今儿个不赔钱，这事儿不算完。是你们家大妞跑我们家偷东西，她还打我们。你爹瘫了，你娘也快不要你了，居然还敢吼我，看我不打死你们两个。谢云锦，你不要命了？是。大宝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今天沈大妞进我们厨房拿鸡蛋，她拿柴火打我们，我们打不过她，大叫起来，她被吓跑了。晚上她奶奶就要让我们赔钱。你
李家大妞来我家偷鸡蛋，还想讹我，都是小孩子在外面闹着玩的，赔钱，快赔钱！疼啊！你放开我，脖子要断了！你松手，我不要钱了，我不要钱了！你打了我家儿子，还是我家相公面前加重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报官。我们家没钱，你打我还想让我赔钱？我不赔！不赔钱？不赔钱就滚出谢家村！这件事平静媳妇占理，我们村容不下你这些偷鸡摸狗的人。你要是不赔钱，不赔钱就滚出谢家村。平静媳妇，你让他赔多少？大宝，今天哪些人帮过我们？村长，就让他们赔一两银子。不过我相公吃药的钱我自己会转，这一两银子就麻烦村长分给二奶奶和许大哥，感谢他们帮我们。这是给你们的糖果，拿去。娘，你真的给我们带糖果啦？你叫我娘？娘？真乖，我去打水给你洗一洗。爹爹，小宝今天叫了娘，不过我不怪他。哥哥，你别不理我哦。叫不叫我，我都是你们的娘。大宝，别欺负小宝。大宝，不能因为小宝叫了他娘，你就生气。你要记住，你们俩是好兄弟。嗯，知道了，爹爹。爹爹，你说他会一直这样好吗？既然他变好了，应该会一直这样好。没想到一个孤魂野鬼，做的都比他们那个亲娘都好。许多金的脸色不对劲儿，这金环蛇毒性太大，要不是为云锦兄弟找药材，他哪至于遭这样的罪啊。许多金原来是昨天帮了我们家的许大哥，他被金环蛇咬了。等一下，你干什么？我会解蛇毒。他会解什么蛇毒？快走吧，别害了许大哥的命。你们最好不要拦我，要是耽搁了，只怕他支撑不到山下，就算下了山也会瘫痪。好了，蛇毒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你们快抬他下山，之后我会开一副治疗他的方子，喝几天就没事了。他一个妇人懂什么药方？我们赶紧去保和堂吧，要是许多金出了事儿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娘，你该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看到你爹的笔墨纸砚了吗？给你。怎么了？许多金，你知道吧？他昨天在山上被金环蛇给咬了。他怎么样了？我替他简单处理了一下，就送去了保和堂。我想给他写一份解蛇毒的药方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也正常，这是我的本事。那你怎么不写呢？我虽然认得字，但是写的不好，要不然你帮我写。半智莲石前，野菊花龙胆草智南星生大黄六钱，全蝎蜈蚣一个，每天早中晚三次水煎服。你确定这解蛇毒的方子真的有效？那当然了，这世上怕是没有人写出更好的解毒方案了。可惜他们不信我，去了保和堂，这么好的方案怕是用不上了。他们会来找你的。什么？你不懂这药方的价值，要是保和堂知道你有解蛇毒的药方，他们一定会来找你。
来确认这药方的真假。取鱼刺、懂药材、解蛇毒，这孤魂野鬼应该是个大夫吧？陆娘子在家吗？我是保和堂的齐大夫。陆娘子，齐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许多金你知道吧？他被金环蛇咬了。我知道，他昨天被送去保和堂的时候我在场。实不相瞒，他被送来的时候中毒已深，凭我的医术想要保住他的性命不难，但想根治他却有些难度，恐怕会留下些后遗症。我听他们说陆娘子这儿有解蛇毒的法子。是，我是有解蛇毒的秘方。可否让我看看？可以。这药方妙啊，这药方妙啊，应该可以彻底清除蛇毒。别人有救了，别人有救了，别人有救了。与你媳妇居然有这种药方，让齐大夫都赞不绝口。是我们误会陆娇了。太妙了，太妙了。陆娘子，这药方可以给我们保和堂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保和堂不会白要你的东西。救人要紧，拿去用吧。一点心意。500两，这药方这么值钱，早知道就不卖灵芝了。又涨了，值了。我想回趟娘家，我娘之前找别人借了银子给你看病，现在我有钱了，拿去还给她。这孤魂野鬼倒是有恃无恐，就不怕在陆娇爹娘面前露馅吗？陆娇，你娘疼你，你可别伤了她的心。不用你操心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不会了。娇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娘，我正要回家看你。哎呀，咱俩母女连心，娘准备去看你。娘，我上山采了株灵芝，卖了200两银子，我现在有钱了。这5两银子你拿去还钱，这5两银子你拿去做私房钱。真的是我的娇娇吗？不是假扮来骗我的吧？哎呀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从前跟村头的婆婆学了点手艺，从前说我不懂事，但是现在我可厉害了，不信你去问谢云锦。走，带我去看看女婿。我儿有你这样的同窗惦记，也不枉他读了一次书。我儿伤成这样，做娘的只恨不是伤在自己身上。是啊，韩公子，自从我哥受伤后，我娘是日夜难安，吃不好也睡不香的，都说了好多呢。阮氏，你把你受伤的儿子撵出去，还装模作样，你要不要脸？见过嫂子。多谢韩公子。云锦，这次我就先回去，等我以后再来看你。好。娘，这可真好看，给我当嫁妆怎么样？这点心可以给弟弟当聘礼。还有这茶叶，一看就是好东西啊。把东西给我放下。我相公断腿你们不还好意思惦记我们家的东西？这些东西他又用不着，给他弟弟当聘礼怎么？再说那是他亲弟弟，那样的弟弟还不如一条狗。你说谁不如狗？信不信我撕了你？谁敢动我娇娇？陆娇，我哥同窗送的东西，你作为儿媳妇孝敬点给我娘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含辛茹苦养大几个孩子，却
卖了。陆九，那是我娘。你和她对上，哪怕再有理，你身为人妻，名声也会受损的。这么一个人不值得，很抱歉。我娘最疼爱的是我弟弟谢云华。娘，是不是谢云华他们一家喊你过来的呀？为了他成亲，把我们撵出家门就算了，现在还来找我们要聘礼。昨天在家里，小叔把爹爹拿回家的东西都拿走了，现在爹爹生病了，求小叔还给我们一点吧。小叔是天天不做事，吃了睡，睡了玩，我哥哥我不干活，就不给饭吃。娘，谢玉华他们一家不把我们逼死，是不是不甘心啊？你不许胡说！娘倒是心疼谢玉华，不像我那可怜的相公，简直就不像娘亲生的。娘，今天看在亲家母的脸面上，谢兰，我们走。娘，我喝得像不像？小机灵鬼，特别像。真的。这是韩童带来的药材，你应该用得上。够了。你这次回去，你娘没说什么？说了呀，她说我现在变懂事了，她很高兴，还说无论我变成什么样，她都是我娘。那就好。哪来的这么多钱？韩童给我的。3年前，我和他合伙在献血对面开了一家私塾，这是分成。那你有钱，为什么不找他呢？我没有找到值得托付的人去找他，韩童也不知道我在家里的处境。看来这个韩童是谢云锦给自己留的后路，他不信任何人，连家里人都没告诉。等等，怎么告诉我了？还给我钱？果然没有我陆大医生搞不定的病患。快让我看看好感值多少了。嗯，还是十啊，好感值没涨啊，这点好感就信任我了？谢云锦对好感是有什么误解吗？那你现在不怕我带着钱跑路？你跑一个试试。陆娇，我今天醒过来竟然不晕不吐了，这是不是伤势开始好转了？是开始好转了，是个好消息，你就等着我找到大夫给你治腿吧。好好想想，我该怎么给他做手术呢？陆娘子在家吗？陆娘子，你的解毒方果然高明。听说陆娘子给周围的百姓看病，治好了许多在保和堂都治不好的疑难症状。齐大夫，请。实不相瞒啊，我爹和我爷爷都在太医院任职，他们让我到大周朝各地游历，寻访地方上的名医，还让我遇见了像陆姑娘这样的杏林高手。齐大夫原来是御医后人，果真是心思单纯。我不方便亲自给谢云锦动手术，既然他敬佩我的医术，身份又足够高，那他就是我的天降替身啊。齐大夫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陆娘子请说。我想让你和我联合起来对付我相公。不瞒齐大夫说，我会开刀术。开，嘘，开刀术。陆娘子，这齐大夫，你这不能告诉我相公，你要替我保密。好，好，开刀术。相公，你说巧不巧，这保和堂新来的齐大夫是京城御医世家的后人，医术十分高明，他说他会开刀术。齐大夫，这是真的吗？嗯。大夫，你快看看我相公的腿可不可以治。好。是右腿吧？
谢公子，这条腿只要动手术还是有希望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那请问齐大夫，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手术？云锦，这个动手术也不是小事，你好歹让齐大夫回去准备准备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我准备好了，我再通知你。那齐大夫，我这条腿就麻烦你了。客气了。听说我儿的腿可以治好了，我高兴坏了。儿啊，只要你的腿能治好，做娘的就算是减寿都愿意呀。不如你就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呢也能好好照顾你。是啊，云锦，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互相照顾才是。云华是不成亲了吗？我们要是回去住的话，云华住哪儿啊？家里地方大着呢，在西边再造两间就是了。再说你媳妇儿不是会看病吗？她看病的钱借两间屋应该不成问题。娘这意思是谢云华成亲要我这个嫂子给他建房子？怎么能这样？你不想回去是怪爹娘吗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天下哪有儿子怪爹娘的道理，只是我分出来了就没打算回去。爹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亲人我该帮的会帮，不该帮的也一样不会帮。放心，爹娘我肯定会孝顺的。儿啊，你就是在怪爹娘。娘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们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谢云锦出自谢氏，日后要是发达了定不会忘本。既然搬出来了，那就没有再逼着云锦回去的道理。不要再胡闹了，歇了根儿。要是再这样的话，要么你休了阮氏，要么出族。谢云锦，你这爹娘偏心的都没边儿了。你说你跟他们长得又不像，你就没有怀疑过你不是他们亲生的？我说着玩的。我暗中查过，我娘生我的时候的确是我爷爷亲手将我从房里抱出，所以我给他们银子。只是没想到他们不仅对我狠心，还对两个孩子也如此狠心。好家伙，他不但敢想，还真的去查过了。想让他们安分我有的是办法，只是之前没有分心对付他们罢了。陆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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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救救我吧。陆江，我娘要把我嫁给罗家，求求你救救我。你是嫁人又不是生病，我救不了你。求你了，让我给谢三哥做个妾。我不跟你抢他，我只要一个妾的名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陆江。恕我无能为力。谢三哥，你帮帮我。我该怎么帮你？我不想嫁到罗家去，你娶我做妾吧。我跟你有仇吗？我们青梅竹马，怎么会有仇呢？既然没仇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你也配做我的青梅竹马？我们总共才讲过几句话，别说我腿能治好了，就算我腿治不好，也不会娶你为妻。谢云锦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放开我！看到没，沈秀跟我家没关系，都散了吧。别碰我！啊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，什么是妾？小妾呢，就是你爹爹有了一个大娘子之后，又娶了一个小娘子，她不仅会照顾你们爹爹，还会给你们生弟弟妹妹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就算你们有了弟弟妹妹，你爹最喜欢的还是你们两个。爹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爹爹，石大爷生小孩，换娘生个妹妹不行吗？
你们放心，爹不会娶小妾。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谈上次说的事情。我相公的腿被马车碾断了，小腿骨折，必须开刀取出碎骨矫正腿骨。陆娘子，在下有件事情想不明白。你有这么好的医术，为什么不跟你相公明说？这世上有多少人相信女人会开刀术的，又有多少人愿意女人给他医治？我相公自然是不愿意，所以我只能借齐大夫的手来帮我。行，不过陆姑娘，我能请你帮我一个事吗？请说。来保和堂坐诊，教在下开刀术。这好像是两码事吧？如果陆姑娘为难的话，在下可以不许开刀术，只希望你能来保和堂坐诊。我可以教你开刀术。齐磊拜见师父。拜师的事先不急，不过想让我问诊，必须按我的规矩来。什么规矩？首先我不坐诊，想要让我医治，必须去我家里面接我。其次，让我不高兴的我不治，心肠歹毒的人我不治，没钱的可以分文不取，家里有钱的千金才治。每治一个病人和保和堂五五分成。没问题。好，那手术就安排在明天早上。我需要一个独立的单间，这瓶药水喷洒在房间的每个角落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。是，师父。就是你欺负我的沈秀妹妹，胆儿倒是挺肥呀。是，抓住她，把她卖到窑子店里去。你对我做什么？沈秀没告诉你吗？我会制药术。你是人还是鬼？你们可真有趣啊，都喜欢把人当成鬼。别杀我！我是沈秀，是沈秀让我把你卖到窑子店里去的。求求你，饶过我这一次吧。也不是不行，如果沈秀让你们对我做什么，你们就对他做什么。要不然，齐大夫说了，你的腿只要开刀做手术，很有可能成功。恭喜爹爹！娘，太好了，爹爹又能走路了。嗯，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什么？保和堂请我去当大夫，虽然不用问诊，但是如果有重要病人需要我的时候，他会来家里面找我。你答应他们了，所以这是他们治我腿的条件。你别多心了，齐大夫人很好的，而且我也想帮助更多的人。真的没有，你看我像是那种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人吗？阴晴不定，要不是明晃晃的好感值翻倍，还真当你不乐意治腿了呢。走吧，我们让爹爹休息，明天早上可重要了呢。大宝，怎么了？爹爹，他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如果你的腿好了，我可能就不恨他了。爹爹，你还恨他吗？我不会原谅陆娇，但他不是。陆姑娘，你们都在外面等吧。哎呦，我这心里忽然慌得有点发闷。真是不中用的东西。行了，阮氏，这个时候还耍什么威风？要不是云锦媳妇来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不打算跟云锦治腿？云锦媳妇，没事，这有我呢。谢谢村长了。师父，我给谢公子吃了你给的药，他现在睡着了。你待会儿进来善后。师父，
我能在这旁观吗？这场手术很重要，我怕你看到血腥场面乱了阵脚，到时候影响我做手术。学习开刀术得先从小手术做起，我会教你。好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手术很成功。一检查后，开门向谢家人报喜。待会儿你见到我，就说我是被吓成这样的。啊！手术很成功，谢公子错位的腿骨已经矫正，腿里面的细小骨碎也取了出来。多谢齐大夫。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我担心相公，只觉得头晕眼花，找了个角落里靠着。你是不是怕我儿子好了以后休了你？乐姑娘，这是心系谢公子的安危，受惊吓了。乐姑娘，你们赶紧把谢公子带回去吧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恢复以后就和常人一样。放心吧。娘，爹爹他好没好？当然好啦，等过段时间爹爹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。我爹爹什么时候醒？应该快醒了，我们进去看看他。爹爹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腿怎么样？疼不疼？能不能忍？我的腿没问题吧？手术很成功，你的腿只要静养，过段时间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们不打扰爹爹休息了。你们这是看我腿好了，又想让我听你们的话了吧？如果你们再这样，我谢云锦自愿出族。到时候看看，村长更愿意让爹你们出族，还是让我出族？云锦，我是你爹。哎，都是你这个贱人挑唆的，我儿子才会顽固不化。好你个兔崽子，和你爹一样鬼迷心窍。爹，想想谢云华，你还不走吗？好，我走。早知道你这么不孝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送你去上学。齐大夫开的止痛药吃一颗吧。我能忍。你睡不好觉，一样会影响到腿，吃一颗吧。来，喝水。你怎么了？陆江，过去你毁我前程，我对你恨之入骨。如今，我的腿动了手术。我答应你的和离书绝不反悔。等我腿痊愈之后，你放心，我就当过去的陆娇已经死了，不会再对你下手。说的好像能杀掉我似的，没刷满好感度之前我也不能走啊。我也会说到做到，安心照顾好你们父子，之后再也不会纠缠你。好感值终于及格，
我就说我陆大医生拿捏得住任何病患。当初谢银菌要是腿没断，没准他那个恶毒原配就不会死。这孤魂野鬼倒是讲心，不过这样一来反倒是我欠他了。陆娘子，我这有个重病患者，你快过来看看。什么情况？我打算来看看谢公子，正好遇见陈夫子的家人，送陈夫子来保和堂，就把他们一起带过来了。走。陆娇，别担心，他没事。我去一下就来。陆娇，先生是不是来了？我好像听到了师娘的声音，也有齐大夫的声音。先生是不是出事了？师娘好像在哭啊。先生，师娘，原来这就是书里那个对谢云锦有大恩的陈夫子。你别着急，没事的，我和齐大夫会治好他的。陆娇，你一定要治好先生。只要你治好先生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会治好他的。来，云，陆娘子，我相公他到底怎么了？陈夫子这是因肝阳上亢、肾精不足引起的头疾，这种症状一般前期比较轻微。他现在已经是后期了，那他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，这种病我可以治。你们先出去，留下齐大夫帮我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以前教我的师傅留给我的，可以注射药物，不过已经不多了。先生他没事吧？没事，已经醒过来了。我给他开了一个药方，不用三个月，注意忌嘴就可以了。多谢。救了他恩师，好感知竟然没变。不对，让我再仔细看看，颜色好像变了。师娘，师娘，既然身子不变，就别起来了。云姐，你怎么会被人撞成这样啊？师娘别担心，齐大夫替我动了开刀术，不是就痊愈了？那就好，你是你先生教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想把婴儿……哎，师娘，师娘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都过去了，我们不怪你，你也别再自责了。这几年因为婴儿，我们一直没和你走动，实在是不应该啊。婴儿是谁？云锦有福气，娶了个好媳妇。云锦媳妇今天救了我相公一命，也就是救了我一命。师娘言重了。云姐，你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快叫师奶奶。师奶奶，哎，真乖。师娘，云锦身子不便，没法去探望先生，请师娘代我告罪一声。云锦，你先生不会怪你的。他为什么会这么一直看着小宝呢？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走？我打算去看望一下谢公子，不知道师父有什么需要吩咐我做的。我还真有件事想拜托你，我找了几个赚钱的法子，想找一个靠谱的人一起做生意。师父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怎么？不瞒你说，最近我一直在愁怎么挣钱呢。你真是雪中送炭。
那日后我有时间来宝和堂找你面谈。好，那我就在宝和堂恭候师父。怎么了？你的医术和齐大夫比如何？你会不会手术？难道因为今天齐磊带陈夫子来找我治病，他起了疑心，我偏就不告诉他？想什么呢？我怎么敢？其实我当年能读书，都是先生的恩德。他不要我交学费，还给我饭吃，把师兄的衣服改小了让我穿。师娘还想把他的小女儿陈英嫁给我，可陈英只当我是他弟弟。我当时满心只想读书，后来陈英遇人不淑，和离后去了安堂。我为了报答师娘和先生，决定娶陈英，再后来就遇到了你。那陈英呢？她在安堂去世了。病死的？嗯。其实你这样一直躺着也不是个办法，我有个东西可以让你不用一直躺着，还可以恢复健康。是什么？轮椅。你看，这是轮椅的图纸，你可以坐在上面，然后滚动这个木轮，想去哪就去哪，还不会影响你腿势的发展。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，我就找人做一个。行。这衣食住行我会的还挺多，比如制冰和炼油。师傅，你这么厉害呢？不过我更想做的还是制药方，因为我可以做出更加便于携带和服用的成品药，不仅便宜，而且药效更好。师傅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知道这能救多少人的命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做药不仅是为了赚钱，更多的是还是想要帮助和救治别人。等我走后，将来谢云锦位极人臣，身上的担子也会轻一些吧。那我们就做制药坊。师父你放心，我护得住制药坊，也护得住你。娘，小宝等你好久了。娘，今天爹爹一切都好，连腿都不疼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都很乖。走。你今天去宝和堂路上顺利吗？嗯，这是齐大夫送的水果。齐大夫对你倒是挺不错的。其实我答应了他一件事情，和宝和堂合作，用我的方子开制药方。你的方子为什么要给他？你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吗？他要挟你？当然不是啊。宝和堂想做生意，而我正好有能力制出便宜有效的成药，我当然愿意去做，这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事情。这孤魂野鬼竟有这样心善，大丈夫怀璧其罪，更何况一个女子治不倒人心邪恶。帮我个忙呗。说说看。帮我写几副药方子，然后挑出合适的一个。我既然答应了齐大夫，做事就要稳当一点，让这笔生意做成。那你为什么不找齐大夫啊？他不是比我更了解哪个药方更值钱吗？这语气怎么这么酸呢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这齐大夫可是教我如何拆线了。这样看来，你的腿不需要我拆线了。拿纸笔来，我写便是。哎呀，石大夫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这开刀术太厉害了！你看他腿上的这个缝合处，只有一条细细的伤口，日后长好啊，就连一点疤痕都不会留。我要好好的去请教请教齐大夫，看他是如何把这伤口处理的不肿胀又不溃烂的。云姐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大福之人，必不可能被困于此地。这次你的腿被撞成重伤，大家都替你感到惋惜。大家都知道你的腿好了，肯定会替你感到高兴的。
薰云锦，你的腿很快就会好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参加乡试了？那是自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四年前你被人下药，四年后又被车撞到了，这不古怪吗？四年前给我下药的人是我同寝房的刘诗人，因为我和他吵了一架，所以他想败坏我名声，后来他退学了。我仔细检查过你的伤势，这不像无意撞击造成的。马车先撞到你的侧腰，使你向其一旁倒去，然后车轮再碾断你的腿。这驾车的一看就是个老手，好像知道什么角度能把人的腿碾断。这件事我会查清楚，所有害过我的人我都不会放过。陆娘子。没事，应该是有人来找娘看病。陆娘子，陆娘子，师傅，保和堂来了一位中了道勾践的病患，情况十分危机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不然我也不会半夜来找你。我跟我相公说一声，待会儿跟你去镇上。好，麻烦。保和堂来了个重伤病患，齐大夫请我过去看一下。齐大夫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接二连三的来找你？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他厉害不代表什么都会。你深夜随他出门，不要和外男走得太近，否则你有千万张嘴也解释不清楚，平白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放心吧，我有自保的能力。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别担心，我有自保的能力。我以为他关心我，好感值又涨了。陆娘子是我请来拔剑的大夫。齐大夫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夫？怎么是个女流之辈？正是。莫北你客气点，这是我师父。你一个女人到底有把握没有？我只能尽力一试，至于有没有把握，医者从不夸下海口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大可以不让我试。明明就是请人治伤，还这么不客气，谁惯着他？若是叫我知道，不想治就不治，大半夜把人请过来，没一句客气话，还想叫人拔剑？准你走了吗？师父，莫北只是担心他们家公子，您别生气。那就道歉。你是不是想害你们家公子？对不起。我待会儿拔剑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说话。要是受了你的影响，出了什么意外，全算在你的头上。你，我们公子目前还没有醒。所以你们不能离开。干什么？师父，你别搭理他，我已经替他准备了5000两的诊金，还请您笑纳。5000两抢钱呢？那你以后别来找我。师父慢走。爹爹，天快亮了。放心吧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那他天天要是不回来呢？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对他有了感情，要是他离开肯定伤心，而且这个孤魂野鬼单纯好骗，和离后肯定被人欺负，不如将和离一事就此结果。你晚上出去太危险了，下不为例。娘，等小宝长大，小宝我长得比爹爹还高，保护娘亲。看他疼爱孩子的样子，若是我提出将他留下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陆娇，怎么了？你把两个孩子教得很好，以后也好好教他们吧，将来他们长大了，要好好孝顺你的。听不懂吗？不太懂。
我仔细想了想，孩子们需要娘的陪伴，所以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谢云锦是让我和离后继续照顾孩子们啊，可是我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，只能尽我所能。你放心，我在的日子一定会好好教导他们的。不和离他就高兴成这样，看样子除了两个孩子，他对我也有点意思。罢了，只要他照顾好孩子，日后我不会负的。齐大夫的开刀术好厉害啊，竟连刀疤都没有。接下来就是恢复期了，你只要不用力就不会有事。乡试在即，我想赶紧去献血读书。这次乡试你应该挺有把握的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榜上有名。我还是想提醒你，这如果之前有人故意害你一次两次，就有可能有三次四次，你心里有个数。那天晚上究竟是谁知道你要回来的？那天晚上我是临时起意回家的，只和两个夫子和几个同窗提起过。如果害我的人在他们其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娘，你回来了。娘，有人给爹爹送了一个能走的椅子，那是我给你爹爹坐的轮椅。走。没想到这么快就送到了。秀英姐，你试了吗？没有，我怕他们撞到我的腿。娘，你快帮爹爹坐上去试试啊。爹爹，这椅子真的可以自己走吗？太厉害了。虽然你不能长时间坐在上面，但是出去转转还是没问题的。吴娇。嗯，怎么了？我送你个回礼怎么样？住嘴！姐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自愿做妾，愿意伺候你和四哥。好，我同意。不，我不同意。陆娇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叫这个贱人勾引你公公的？娘，这件事我们管不了。谢云锦，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早知道当年就该把你逆死。住手！阮氏。你想干什么？谢兰谢云华那么有孝心，怎么不来帮你？谢老根儿，云锦要有什么闪失，你们全家出族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一个愿意纳，一个愿意当妾，我看这事挺好。谢老根儿，还不快把人带走。陆娇，啊，你看我这个回礼怎么样？陆娇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过分了？你做的没问题，而且阮氏对你确实歹毒。谢云锦什么时候出手对付的他爹娘？事情做到这份上，他真的是阮氏和谢老根的儿子吗？我暗中查过，我娘生我的时候，的确是我爷爷亲手将我从房里抱出。对，谢云锦的话里信的只有他爷爷抱他出来这件事。我娘从小就嫌弃我，处处为难我，甚至想饿死我。有时候我看到他也觉得面目可憎，可是如果是亲母子，怎么会互相嫌弃呢？我娘当年确实生了一个孩子。孩子可以生也可以坏啊。你说什么？就像杜鹃鸟在喜鹊的窝里面下蛋，让喜鹊替他孵蛋。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我就是随口说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我还会继续调查的。我去保和堂给人看病，你腿才刚好，非跟过来干嘛？
这个好感值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。你可知道齐大夫说的那个难产孕妇是谁？若一尸两命，你会不会受到牵连？我爹爹是在担心你。你要爹爹很有用的。陆娘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去看看，孕妇情况不太好。她相公在不在？孕妇是来看亲戚的，相公不在身边，她娘和一个兄弟都在。哎呀，孕妇是清河县县令的长媳，胡善的娘子。正是她。立刻去写份契约，让胡善娘子按手印，若她不按，陆娇不会出手惩治。去准备契约。好。谢公子。齐大夫，你治好我的腿，于情于理，需要感谢你的应该是我。谢公子好像对我有点意见啊。齐大夫说什么呢？你照顾我娘子，我心里感激。我家娘子，这人不会是误会我和师父了吧？陆娘子心好，医术更好，有的世人敬仰仰慕她的医术，我都恨不得把她供起来。齐大夫慎言，否则我家娘子将不会在保和堂就诊。谢公子你别恼，我先去看病人了。没想到我这看起来冷清的师公竟然是个醋坛子。怎么样，累吗？刚协助齐大夫做了一场开刀术，吓死我了，幸好母子平安。娘，我跟着揉揉手。属下得救，他有伤在身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竟然还敢出现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侮辱我家公子，分明是找死！住手！这位公子，小某好像不认识你，怎么在你口中就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？装不认识我？那你还记得四年前受的伤吗？四年前若没人救你，你此刻还能站在这儿吗？你竟是如此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。这位公子，随萧某去叙个旧。爹爹不会有事吧？应该不会。没事了，跟我回去吧。他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喜欢我呢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会以为你喜欢我了。别胡思乱想。你认识那个男人？程英四年前在安堂救过他，谁知道他伤好了，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。陈英就是因为早知道这样，就不应该帮他拔剑。他说他失去了部分记忆，他中箭后，他说他想起了以前的事，说对不起陈英。你觉得可信吗？这不是书里常见的狗血失忆桥段吗？如果他是假的，我一定替陈英报仇，就算他是。谢云锦对陈英倒是情深意重，关我什么事？爹爹他好了吗？当然了，齐大夫说你爹爹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。
我谢云锦何其幸运，竟然遇到肯帮我的人。他不是陆娇，但只要他愿意，这辈子他就是陆娇。陆娇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走多了不太舒服？没有，我现在走路也好了。你怎么了？不对啊，肯定哪里不对。嗯，谢云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都要和离了，这样搂搂抱抱的不太好吧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等你的腿好的差不多，我们就和离。现在你的腿也快好了，我们也该和离了。不是说好不和离了吗？什么时候？我上次跟你说过，孩子不能没有你啊。你不是说你明白了吗？原来他那些话的意思是不合理啊。天哪，是我误会了。你就不能直说吗？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跟我合理以后也让我继续照顾孩子。那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留下来。我为了活命做个任务而已，怎么就走不了了？谢云锦，如果是原身他爱你成痴，不知会多高兴。可我不是他，我要活着回到我的世界，你拿什么留下我？谢云锦，你就不怕我变成之前的样子吗？你不会。娘，娘，你不要走。别哭啊。爹爹，你快哄哄娘。一直以为他喜欢孩子，也喜欢我，都是我自作多情。谢云锦，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在村子里面找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看见，他们会去哪儿啊？你小心点，腿还没有恢复。我害怕，我要回家找娘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大宝，小宝，大宝，小宝，你们在哪儿？他们怎么样了？烧退了。谢云锦，我们谈谈吧。你马上就要参加乡试了，不出意外的话还会参加会试、殿试。在你带孩子们去京城之前，我不会离开。一定要合理吗？我到底有多差劲才会让他只想合理？我明知道他不是陆娇，还心安理得的让他照料这个家，不知道现在对他好还来不来得及。好，我会给你一份合理书，不过暂时不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。合离的日期我会写在半年后。谢云锦明明生气了，好感值不但没有掉，还在继续涨。这个粉丝好感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距离进京会试还有半年，万一你不高兴了直接走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不过你放心，你一心合离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行，你现在就去写。陆娇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吗？一定要离开我们。小宝不要你走。小宝乖，娘不走啊。娘，你不和爹爹和离了？两个人互相喜欢才能在一起，你爹又不喜欢我，我们怎么在一起？娘，我懂了，爹爹喜欢你，所以你就不走了？娘，你这么好，爹爹怎么可能不喜欢呢？你这样看着我，我会以为你喜欢我了。别胡思乱想。你和孩子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，你要跟我和离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吗？从前叫我不要胡思乱想的人是你，怎么现在倒是你在胡思乱想？我们要教会爹爹怎样喜欢娘，别忘记了。爹爹，你不喜欢娘吗？
我娘她变好了，什么都会，为什么爹爹不喜欢她呢？爹爹，你如果不喜欢娘，喜欢别人，我就不要你了，我要跟娘一起。我答应你们，争取喜欢上你们娘。如果我喜欢上你，那你呢？有病人？最近没有重病的病人来。那你这么着急过来找我干什么？来分钱。这话我爱听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师傅，用了你的方子挣了不少钱，还有之前你给县令长媳母子看病的诊金，这次一并给你。这个是制药坊的契约书，你收好，以后就剩你的产业了。这么快？师傅，你有没有觉得刚刚谢公子看我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啊？我觉得他有可能吃醋了。不可能吧？他的腿好得差不多了，你确定不告诉他真相吗？再说吧。姥姥，小宝可想死你了。姥姥也想死你了。云锦，你的腿好了吗？伤势在即，我准备回县学读书。那也好，等云锦去县学读书，你就带大宝小宝回家，我来帮你一起照顾。这次回县学，我打算带他们母子三人一起过去。啊，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一起去县城。嗯，我们一起去县城。这也挺好，一家人不分开。娇娇，娘今晚在你家住一晚，明天一早走。大宝二宝，姥姥今晚跟你们睡啊，姥姥想死你们了。姥姥再加上一个娘，我们一起睡。那床睡不下那么多人，咱三个睡一个屋，你爹娘睡一个屋。你放心，今晚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谢云锦，我们和离以后，你当了大官，也不要忘了孩子们。既然你不放心孩子们，那为何不留下陪我们？云锦能好得这么快，真是多亏了有嫂子这样的贤妻啊。我哪有什么好。韩童这次过来是为了帮我们在县城租房子。陆娇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租房？我不准备租房，我准备买一个两进的院子。他不想跟我进京，要定居清河县。正好我在桂花巷啊有一个两进的院子，嫂子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卖给你。云姐啊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啊，是不是和嫂子闹别扭了？哎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过冷清，要我说女人就应该宠着疼着。像你这样现在不珍惜，到时候他走了你想挽回就来不及了。和离书都给了，后悔有用吗？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他留下。娘在家发疯了，你既然带着你的媳妇和孩子，要不把你娘带到县城里也住一段时间吧。爹，你是忘了吧，哪有分家的儿子把娘带回家的？你是要让人说谢云华不孝吗？那我把你娘休了，看你有什么话说。爹，我每年给你的赡养费是两份，爹娘各一份，你要是和我娘和离的话只得一份了。哎，你爷爷地下有知，看到你对阮氏如此有孝心，也不知会怎么想。好端端的怎么提起了爷爷？小时候啊，阮氏虐待你，都是你爷爷把你养大。后来你去读书，你真以为陈父子看中你的是天赋，
其实是你爷爷偷偷了求陈夫子好几回，陈夫子才说不收学费。可是我看见你爷爷给他束修。阮氏，后来快把你爷爷活活气死。你还是回去和我娘好好过日子吧。你，哎，你都听到了？是。我一直以为是先生对我慧眼有加，没想到是我爷爷求的他。所以，你根本不欠陈家的，不是吗？搬家后，我想顺路去看一下先生和师娘。你是想去问个明白？只是见一面罢了。行，我陪你一起。白吃白喝养了这么多年，却便宜了别人，小姑子死得可真冤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有胡说吗？要不是他，小姑子怎么会死？不可理喻。按理来说，我不应该跟嫂子计较这件事，但是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对我相公的名声不好，我得为我相公辩上几句。当年我相公能去陈家私塾念书，全是他爷爷上门拜访了先生好几次，并且付了束修，先生才骗他爹娘不要学费可以入学。先生可还记得？云锦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对陈家心怀感恩，答应娶你们和离归家的女儿。后来没娶成，陈家就怪上了云锦，还和他断了联系。直至我碰巧救了先生。按理来说，应是你们陈家欠我们的才是。你胡说！先生身体不好，还是多加休息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日后有时间，再来探望先生和师娘。你该不会怪我话多吧？为什么帮我？你是我们最亲的人，当然帮着我们。爹爹真笨。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。爹娘，以后这里是我们家了。对，我们的家。我们家真好看。这是房契，上面写了你的名字，你看看。他喜欢房子，我以后多置办些宅子，房契都写他的名字，他是不是就会高兴？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姥姥说大人应该睡在一起，咱们搬了新家，爹爹和娘就该睡一起了。听姥姥瞎说什么呢？快把枕头给娘。爹爹不是说会喜欢娘吗？怎么还跟娘分开睡？姥姥还说你们一直睡才可以生妹妹。上锁了？你们哪来的锁？大宝、小宝，别闹了，快开门。娘，你答应我们到县城和爹爹一起睡，不能言而无信。那是他们之前闹得厉害，我随口答应的。别胡闹了，快开门。今天你们不一起睡，是不是还想和你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娘，你是不是还要走？不要哭了。爹娘不是要和离，爹娘只是没有洗澡，睡不着。那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洗完就可以睡一起了？看来不答应他们不行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只能这样了。答应你们了，开门吧。
锁哪来的？娘，你别生气，是姥姥给的。走。明天晚上你找个借口，睡到前面的主客房。你腿还没有完全好，不能老睡地上。好。娘子、公子，保和堂的齐大夫前来拜访。请他进来吧。嗯。真是阴魂不散。陆娘子，今日过来拜访，主要是想告诉你，保和堂的新店铺就开在朱雀大街，朱雀大街与陆娘子这桂花巷的宅子就隔了两条街。我知道了，日后保和堂要是有重症病人，也可以随时来叫我。好。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单独聊聊。有什么事不能当着我面说？齐大夫，就在这说吧。我打算把保和堂的三成股份让给陆娘子，不过陆娘子，以后每逢午和时你得来保和堂坐诊。陆娘子，你意下如何？看来是赚的钱太多，给我找个借口送钱来了。这事我再想想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陆九，我觉得你没必要再去保和堂接诊病人了，我希望你和齐大夫保持距离，离他远一点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这和你没关系。我觉得他居心不良。谢云姐，这是我的事。哎，云锦绣，那明日还要请学院的同窗来这里做客吗？请，怎么不请？难得买宅子搬家，你把李文斌他们都叫过来。好。算计我的人一定就在这些人之中，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，永绝后患。谢兄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怎么不见你家娘子出来招呼一声？他在后院招待女兵和孩子，不方便。哼，推三阻四，你这是分明瞧不上我们呢。不行，今日必须见到你家夫人，赶紧让你家夫人出来罚酒赔礼，不然咱们今天就没完。我看你是喝醉了吧。梁子文，你给我赶紧滚，这个我们可没请你来，你在这闹什么？别仗着你梁家有几个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哼，我闹又怎么了？难道我怕你们不成？胡善，你不是说他家夫人长得漂亮，医术高超，怎么能不出来见一面呢？我只说人家娘子人美心善，并无他意啊。胡善，你怕他做什么？我就说看上他家娘子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谢云锦啊，我让你家娘子陪客，那是给你面子，别说是陪客，就算是陪睡又怎么样？你敢打我，谢云锦，你找死吗？我怎么？我到底怎么了？别拉我！今日我不打回来，我誓不罢休！我别拉我，放开我！别说是陪客，那就算是陪睡又能怎么样？放开我！别拉我！陪睡？你就是谢云锦的夫人吧？你看你像不把我打的，赶紧给我赔罪，要不然咱们今天没完！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。你能怎么办？还想腿再骨折吗？还是这位娘子识时务啊，比这个谢云锦强多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不是让我陪你吗？我这不是来了？贱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陆娘子，你饶了他吧，他要是出了事，梁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敢了，把他带走。胡善，
要不是你带着他不请自来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。陆娘子，胡某不是恩将仇报之人，我定会处理此事的。谢云溪，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！若不是你太喜欢嫂子，就算你厌恶梁子文，以你冷静的性格，也不会立刻动手打他的。难道喜欢一个人真的这么明显？哦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梁子文不是善类，胡善虽然说会解决他，但梁子文肯定不会听的。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放心吧。你心里有数就行。陆娇，如果我现在说我喜欢你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原先我没有看清自己的内心，但是我现在知道我喜欢你。秋娇，我停，你别说了，你快放开我，不然我动手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接受？难道这好感度越高，谢云锦越不想让我走？那刷满好感度，我走了他会不会直接黑化？谢云锦，我不想耽误你，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，我不想回到过去的样子。被这么一个帅气又厉害的男人表白，谁都会心动。但现在谢云锦，你放过我吧，银子房子孩子男人我一个都带不走。云锦兄，我和梁子文说好了，他不计较云锦兄和陆娘子打他的事。胡山，你觉得梁子文会善罢甘休吗？谢云锦，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，当真不可理。若不是你家娘子救了我家大娘子，你以为会理会你？开刀救你家娘子的不是齐大夫吗？关我家怎么了？胡山，我家娘子开刀救了你家娘子，你却把梁子文带到我家来，你对得起我家娘子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吗？错了，一开始就错了。被开刀的不是齐大夫，是陆娇。是陆娇开刀治好了我的腿，他的医术竟如此之高，所以齐大夫和保和堂放走他。胡山，我希望你念在我家娘子开刀救你家大娘子和儿子的份上，以后离我们远一点。你以为我想离你那么近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陆娇。对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你这个女大夫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师父说能治，那就一定能治。你过来看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收齐大夫为徒了？嗯，怎么了？齐大夫为什么拜你为师？还有，我的腿是你开刀治好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开始告诉你，估计你不会相信我，可现在你的腿好了，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。师父，泾河县四大姓之一的梁家来人了，说他们家公子受伤，要大夫出诊。梁家？啊，好像叫梁子文。你做的？是我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并没有参与进去。还有，不可以去梁家坐诊，让其他人去。为什么？他成太监了。陆娘子，多谢你救了我母子，不如以后我们结拜为姐妹吧，多走动走动。陆娘子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姐姐，姐姐一定帮你。多谢姐姐了。哟，陆娘子可真会钻营，你们这些乡下人，先是讨好我相国韩童，现在又来讨好李姐姐，你配叫人家姐姐？李姐姐，我可得提醒你一句，要小心某些满腹心计的小人。我们家的事儿不用杜娘子操心。
蓬头的娘子，我什么时候得罪她了？不知杜娘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敢说你现在住的房子不是我家的吗？白住了吧，脸可真大。说话要讲证据，什么叫白住？我可是拿白银买的，虽然说1200两有点少，那是因为韩童和我家相府关系好的原因。杜娘子，你再敢污蔑我家姐妹，小心我请你出去。哎呀，我的南珠耳环呢？哎呀，我刚才好像看到陆娘子弯腰了呀，捡到什么东西了？原来是想陷害我呀。陆娘子，我知道你是喜欢好东西，很正常。求你还给我好不好？南阳珠宝，捡到自然没有不还的道理。你们当真看到我捡了？韩青烟，你就这么确定是我妹妹捡了你的耳环？若是李姐姐不信，让人搜她身便是了。这是胡府，不是你韩府。你说搜身就搜身，那她不拿出来怎么办？那东西很珍贵的，而且还是我爹爹送给我的。我说陆娘子，不如你就让青衣搜一下身嘛，也好证明你的清白呀。你们凭什么搜我娘子的身？难道就是因为你们有钱，我们穷吗？谁想搜我家娘子的身？陆兰珠，青衣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把我的南珠耳环捡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韩娘子似乎有点针对我，非说我拿了她的耳环，还要搜我的身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韩娘子想借此陷害我？而耳环就在韩娘子的身上，要想搜我的身，得先搜韩娘子的身。韩娘子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谢公子，不是我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原来是谢云姐的桃花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信你？韩童，这次的院事我会尽全力帮你，以后我们还是别走。你要和我绝交？哎呀，别气了，你爹爹今天护着我呢。爹爹这样做就对了，终于知道保护娘了，以后我们就放心了。爹爹，以后要是有人欺负娘，你就狠狠教训他。爹爹答应你们，以后一定保护好你们娘，不让他受到半点欺负。陆娇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以后一定保护好你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贫寒学子，待我高中之后，不让你受尽委屈。谢云锦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我怎么心里酸酸的？你的人品和样貌要是普通，让别人怎么活？我只求你今后不要去招惹别人，给我惹麻烦。他觉得我样貌出色，原来我这张脸在他这里还有可用之处。那也不是我主动招惹他，要不我把这张脸毁了。胡言乱语，你要是毁了这张脸，可是没办法参加科举的。那既然不能把脸毁了，我向你保证主动离那些女人远一点，不让他们主动找你麻烦。韩童已经将杜兰珠休了。上次的事不至于让他休妻啊。韩童想要发卖杜兰珠身边的下人，他的丫鬟为了自保，便供出了杜兰珠企图找拐子拐卖你和孩子的事，还好没有得逞。他怎么敢的？他企图害你和孩子，我又怎能放过他？他回杜家后，我便找人设计抓住了他通奸的证据，此刻他在杜家生不如死。陆娇，你不会觉得我心思歹毒吧？我不觉得你有错，如果非要等到自己被害的时候，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我太高兴了，高兴你能理解我，更高兴你不觉得我心思歹毒。我理解他，他竟然这么开心。我就是太高兴了，别多想。这次就算了。
上次杀你的人又出手了？应该不是，之前害我的人没什么能力，每次趁我不备时才动手，而今天伤我的人会武功，应该不是寻常人。清河县的县令是胡善的爹，他叫我协助他调查清河县内行贿走私的事。清河县的四大姓氏张、梁、曹、旺都不是善类，应该是听到了风声所以才盯上我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和胡善娘子有往来所以才冒险插手吧？我也是为了将来入官场做准备。娘子，韩公子、李公子送了一些礼品，人已经走了。婆婆，这盒子是谁送到你手上的？回娘子，是那位李公子。怎么了吗？有问题吗？居然用炮制过的人参来骗我，也太小看我了。这种炮制过的人参一般人是分辨不出来的，但是像你这种伤重的，如果服用了此参，病情必定加重，轻则缠绵卧榻，重则殃及生命。应该不是寒冬，这不入流的手段倒是像之前陷害我两次的人。那是李文斌。哎呀，好了，先不想这些了。你这次手臂上的伤虽然没有刺到骨头，但是皮肉伤很重，今天晚上可能要发热，我就在这打地铺陪你一晚。哎，等等，要不你今晚别睡地上了，睡床上吧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晚上睡得很老实的，不会乱动。再说你就一个人待着了。谢云锦。师父，听说谢公子受了伤，我特地找了两名护卫想送给你，他们来自军中，虽然已经退伍但身手不凡，保护你们绰绰有余。退伍将士？正是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南天，这位是周少公。这不是将来谢云锦手下忠心耿耿的两大护卫吗？书里说是未来的大周皇帝燕王送的，怎么现在秦磊送过来了？既然是退伍将士就留下吧，以后他们保护你，你就不会再受伤了。听你的，我们家你做主。娘，不好了，弟弟被人抢走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韩通他们又来看我，随他一起来的李文斌趁我们不注意下药迷晕了小宝带走了。如果我今天不去保和堂，小宝就不会出事。你放心，小宝不会有事的。公子、娘子，刚有邻居小孩送了封信过来。他们要我今夜一个人前往黑风山，若子时不到的话就等着给小宝收拾。我陪你一起。不行，陆娇，要是我今夜不能顺利回来的话，你帮我照顾好他们。你带我去。陆娇，大宝还在家，他需要你，所以你不能去，你留下来陪他，你放心。
我会把小宝带回来的。好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，我和大宝在家等着你和小宝。接下来都按照我的命令行事。是。陆娇，你为了来黑风山竟下药迷晕我。我们已经到了。你干什么？别动手动脚的。你还笑？我跟你说，他们明面上看到的是李南天驾着我的车载我们上山，但实际上他们看不到的，周少公和保和堂的人都在暗处。谢云锦，赶紧给我上山，不然我就杀了你儿子。我陪他上山，我们夫妻二人生要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夫妻两个要一起上山，那就一起来呀、谢云锦，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死在我手里吧。我这就是你的命，谁叫别人都输，我样样都不如你呢。李文斌，这就是你几次三番对付我的理由吗？你这个清高自傲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的感受。你放了孩子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不要！小心！谢云锦，谢云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陪我，陆娇，能答应我一件事？谢云锦，你先别说话。让我说完。如果这次我没有顺利的出去，你能留在我和孩子身边，不离开吗？我知道我不够好，但我会尽我所能的爱你。只求你留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谢云锦，你知不知道这样让我很为难？你不要逼我对你动心啊！谢云锦，如果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从前的那个陆江，而是你口中的孤魂野鬼，你还会留我吗？我早就知道你不是那个陆江，所以我才接受你，喜欢你。陆江，你能答应留在我和孩子身边不走吗？原来他说喜欢我是真的，他不是喜欢我原身，是喜欢我。谢云锦，谢云锦，脸好，身材好，业务能力强，专一不纳妾，宠老婆疼孩子，这样的男人我回到现实世界也难找吧。要不试一下，反正还有时间，难怪会有存活世界可选这一条奖励。谢云锦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如果半年后你还喜欢我，我也觉得我们合适，我可以考虑留下来。真的？我知道你醒着的，虽然说我们之间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，也不知道你能接受我到什么程度，但是我都醒都可以。秋秋，以后这个家你做主。谢云锦，你醒这么久就不担心小宝吗？你那么疼爱他，此刻坐在我这儿，他一定没事。昨晚齐磊带人找到了我们，他发现那个坑的尽头竟然是一条密道，那里竟然是清河县的四大姓走私贩盐的地方。齐磊说这次四大姓一个也逃不掉，他已经把走私贩盐的账本交给了燕王，这次你可以安心准备考试了。李文斌也捉拿归案，他好像知道杀害不了你，变成了四大姓的走狗。哎，对了，跟你说的这位燕王好像就是之前跟陈英有瓜葛的那位萧公子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听闻燕王为人清正严明，
他跟陈英的事应该不会骗你。小宝的生父竟然是燕王，该怎么办？要是不说，小宝将来会不会恨我这个父亲？要是说了小宝离开的话，只怕陆娇要伤心啊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多了。不过现在想来，我倒是挺感谢那个李文斌的啊。若不是他，我都不能遇见到你。现在想想，我倒没这么恨他。爹爹，你疼不疼？他们都说燕王来了，燕王是谁？燕王是谁？弟弟，不要吵到爹爹和娘。燕王呢，是皇帝的儿子。皇帝的儿子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，皇帝可是掌管天下的人呢。娘，他再厉害也肯定没有爹爹厉害。对啊，你爹最厉害了，你爹昨晚救你的时候啊，可厉害了。娇娇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人敬仰我，不让你们受欺负。未来官至首府的谢秀才说这话真没什么毛病，我相信你。